古天乐的天下一艺人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一位演员罗浩铭是转向动作戏方面发展。早前罗浩铭分享了一段打拳片段，出拳速度极快，一秒钟可以出十拳，非常厉害。罗浩铭2011年由无线节目功夫新星出道，一直在无线剧中担当一些不起眼甚至是大舊衰的角色。罗浩铭自小打功夫大，自然成为了动作演员，亦因此出演的角色开始被定型，最终去到2021年离开效力十年的无线，专心在电影幕前和动作指导发展，更开了一间可以用来度动作的工作室，事业继续向前冲，加油啊罗浩铭。